凉皮套亏，啊套皮一级棒啊，美输阿里山啦、啊，越多人来越划算、啊，五星级个星级就对了。农民很慢起来，很难得，可以挑好一点的货色，买到便宜货。孝顺先生啊，就摸一摸之后，今年真的如愿得了一个龙子啊。三立电台29频道，每礼拜六暗时10点，咱来用心看台湾。